都喜欢。瞬间和场景各有特色，目前喜欢现代多一点，最多的应该是肯定吧，观众的肯定。失去了可能做自己事情的时间，做个厨子。想拍戏，很多，比如说，比如说王学习老师，就是平凡的人吧，可能他们有自己的情怀，教父，Cinderella， 不是那个 Cinderella， 是那个。好像是打拳击的那个 Cinderella， 罗素克老演的。我不是药神。阿尔帕西诺，王学奇老师，徐峥，少年，再看那个薛兆丰的经济学。最喜欢做的，在空闲的时候，就是像现在一样喜欢享受生活，然后去运动一下。你会打游戏？烤串肉，很多了，我很喜欢吃。咖啡吧，两三次吧。烧烤，逛博物馆吧，去海边。目前想到大理，风景美的地方我很喜欢。一年半以前吧，京都大阪，在海边晒着太阳，吹着海风。我有一次在瑞士，在雪山上，其实那是拍戏去的，有一非常窄的索道，通到对面大概三四十米左右的一个山尖上，但是索道很窄。我身边的人都过去了，但是我在那儿纠结了很久。我刚要闭着眼睛冲过去的时候，最后一刻还是放弃了。拥有一座山，可能我会比较执着啊，我想做的事情我会去把它做了。我很羡慕那些想象力和创造力特别好的人，我很知足现在，但还是会争取，保有期待。希望每一个人还是要多一些开心。